情啊。要讲什么？哦哦，就快哦。小勇士，今天五点半就起床了，然后很不回去了。你要去哪里？洗手？Yeah. 为什么要洗手？你要洗手手啊？啊，走啊！要拿椅子。好，拿椅子，垫起来洗手，拿好。好，小勇士早安。你等一下再继续睡一下，好不好？对啊。小勇士，和妹妹啦，是的 ，Happy 妹妹 time， 一天的开始。吃早餐，不要抠屁屁啦！为什么在抠屁屁啊？慢慢喝。Happy Nanny time！ 哎，干嘛吃豆豆啦？豆豆怎样？我在吃豆豆。等一下，你后退一点，后退。对，把豆豆弄好。好，来，我们来吃饭了。先给你一个汤匙，好不好？自己挖。我们吃鸡肉粥，昨天从婆婆那边带回来的鸡肉汤。鸡汤，然后配上饭饭，然后里面有豆子、青江菜、菇菇，有菇菇吗？嗯。你要菇菇吗？对啊。然后把肉剥开一点。哎呀，你用汤匙啦，好不好？来，里面满满的肉肉，你要用汤匙挖。来，这样，你看，你随便挖都有肉肉。来，对，放进去哈。对了，你看你汤匙用的好棒，给你个赞。你回妈妈一个赞，对不对？哎呀，用汤匙啦，这样子挖，你看随便挖都有肉肉哎。嗯，对呀，你可以用手手辅助啊，对呀，两只手手这样一起吃。要嚼，对，要嚼，你用汤匙挖。你先把肉肉放到汤匙上，再两手一起吃下去。我们来亲子馆玩玩，中场休息，喝个下午茶。吃完饭就出门啦，我们来亲子馆玩玩啦。小勇士和妮妮。先休息一下，喝个奶奶，然后再去玩玩。小勇士的下午茶，慢慢喝。动来动去。
小勇请我们吃晚餐呢、啊。今天妈妈弄了这个是，鲈鱼，妈妈，还有，然后跟豆冻豆腐，还有这个青江菜。好啦好啦，肉肉，你肚子饿了哈？马上，没什么要了，什么？哦是什么？豆腐。要好，小看会不会烫烫哦？有好，慢慢吃，都是用蒸的，清蒸。猜猜，八，尾巴是吗？皮，不要，皮不要，然后用皮放这里。没关系，就放那里吧。慢慢吃哦。对了，菜菜也要吃。他们怎么没有吃肉肉啊？喜欢吃青江菜的梗啊！啊，你又吐出来了，什么意思？又叫他到西边的森林里去抓回凶恶的山猪，当然裁缝师也把山猪抓回来了，立了大功啊！裁缝师从国王那里得到东边的领土，又娶了公主，终于当起国王了。一般的故事到这里就算圆满的结束，可是这个故事还有很多精彩的下文呢。骗了两个巨人，抓回娘娘，三娘娘，三娘娘在哪里？不知道，在这里。然后抓回活生生的独角兽，又把山猪抓回来，都可以证明小不点裁缝师是一个了不起的英雄。但是有一天晚上，嫁给他的公主却听到大巨人。呀，你要看大巨人，你看，啊！你看，这是小小的人，大大的巨人。掉。那你们是要什么大什么？娘娘。大娘娘。掉。啊，你叫娘娘了。不是，那没有大的娘娘啦。没有啊，这有小娘娘啊，没有大娘娘。在公主听到她在睡梦中大声的臭骂，捏。捏石头。小鬼，快把我的衣服做好，裤子的破洞要补好一点，你敢偷工减料的话，我就用这只尺抽你的脸。公主对丈夫的身世开始怀疑起来了，她把这件事情告诉国王。国王听完公主的话，想出一个计谋。今天晚上你把房门打开，国王对公主说，趁那个骗子熟睡了，用绳子把他捆起来，装在船上，流放到别的地方去。公主点点头答应了。
这个计谋却被窗帘后面的一个卫兵听见了。这个卫兵偷偷的跑去告诉了当了国王的裁缝师。夜深了，公主看到丈夫已经睡着了，就去把门锁拔掉。这个时候，国王派来的卫兵通通埋伏在房间外面，正要冲进来的时候，从黑暗里传来很大的声音：“小鬼，你忘了我是谁吗？我是一次打死七只的勇士，别忘了巨人、独角兽一样。和山猪都是我收拾的。”卫兵听了拼命往外跑，一样。这是什么？鸭。小鸟鸟们。鸭。这是鸭子。是鹅耶。包。鸭。没有包了。好了，就这样啊，故事结束了。这个故事就这样结束了。鸡石头，你要看鸡石头。来，给你。睡觉了。你不要把冰淇淋给妈妈吗？不要。你要冰淇淋陪你睡觉？要。那瑞瑞呢？瑞瑞，你就这样放在妈妈床上吗？你不要瑞瑞陪你睡觉了？要。要。好，那故事书给妈妈。哎呦，小心。瑞瑞，好，谢谢。瑞瑞，你拿得到吗？哦，可以。丢。那冰淇淋也要？要。好。那你要睡觉了？好了，晚安了，小勇群。眼睛闭闭要睡觉了，你累累了哈，玩了一整个下午。好，妈妈要关灯喽，明天见。好，晚安，奶奶。奶奶。哦，你终于跟妈妈奶奶了。好啦，小勇群晚安。哎呦，小小的勇群，你会往前撸了。开。哦，轮胎。有轮胎。然后控制方向盘呢？你现在只会用脚控制方向，你用手控制方向呢？对呀，然后往这边转。你要过来，你就往这边转。你在空转什么？哎呦，你会往前撸咯。哦，也会往后撸啊，往后撸的比较快。哦，撞到了，那往前过来。来。往前比较慢。哎呦，你脚就要变长了，撸得到地板了。哎，有没有下一个？